我们要去买大乐透，两张威力彩就好。好，就拿大乐透，两张威力彩。对，啊，如果不小心拿到5亿的话，有1亿分给制作单位。好，那5亿分在哪？对对对啊。啊，那1亿如果给你们，你们要在我们出国玩？啊，那5亿真的北海道都买了。真的，他上面有住址啊。啊，可以了，回来这边放炮啊。放炮啊，放海哦，放炮啊，放炮啊，来哦。哦，如果中5亿很爽。哇，怎么办？你可以娶老婆了。可以了吧？可以。 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，真的吗？我们要准备去民宿了，等下就轻松的在民宿吃晚餐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要去的这个民宿啊很特别哦，它叫赤坎喜楼，它也是古迹，然后把它就是改造成民宿。以前都是矮房子比较多，对，然后但它比较高，就是以前是纸比林百货矮一点点，所以常常会约说，哎，我们今天就在那个赤坎喜楼那边见哦，这样子。 就是一个著名的地标景点，对，是有是有是有，应该也很漂亮。到了到了，你看很漂亮吧？哇！我带你们来住台南的豪宅，真的很美哎。它顶楼有那个屋檐哎，屋顶哎。 哎呦，这后仰了，跟厨哦，真正后仰了，小心这边有乌龟。小心哦，走，我先带你们去看房间。太有 feel 了吧？哎，哦，好美哦。走走走走走。走。好美。啊，你看这种花花球哎。耶。这里是今天晚上的其中一间。哦，这么豪华。阳台的哦。哇塞。 感觉要结婚呢，感觉是那种洞房花烛夜可以住的地方吧？啊，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丰田，你在台湾交的朋友真的，我想认识一下。哎呦，哦，这间很可爱，有一点，榻榻米感，这间不错，这里很可爱。我要再一间。好，这间那我跟你住这间。我们女生住这间好不好？那男生住哪间？OK，好吧，你们男生住婚房。好，那个这边那个老板有帮我们贴心的准备好晚餐。耶，那我们先吃饭吧。好，好累了，我来打开它。导游，快点。好，你们好，欢迎入住台南赤坎喜楼。 晚餐已经帮你们准备好，希望你们喜欢住旅途愉快。谢谢，好贴心哦。尼罗哥，我想看的是什么？好，各位观众。哦，炒饭，炖饭，炖饭，哎，好香哦。中路，中路，哦，中路炖饭，哇，还赞呢。这而且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里是没有肉的。 因为我想说，我们白天有大鱼大肉，就是又吃了螃蟹，然后又吃了甜不辣，然后现在就来搭配这个，刚好老板是专门做蔬食。哦，对，所以刚刚一楼的是蔬食餐厅。对对，吃起来，吃起来。哦，这很香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大家辛苦了，今天辛苦你了，辛苦了，带我们去好吃好玩的今天的行程，很充实，很充实，很累吗？ 不会啊，今天都不会，好吃哎，好吃，这个也很好吃，有点三杯的感觉。我这超级入味三杯，嗯，你们这还没吃哦，真的是吗？超级入味，好吃，哦，真的是越式的春卷，感觉会不会太辣？好吃，来来来，我为各位姐姐来，别别别，姐姐你坐，姐姐你坐，我来我来我，姐姐，你不要这样为福，好吧？折寿，折寿，折寿了，不是。先学先卖。学会了折寿，哎呦，谢谢。折寿，折寿，不是不是，我就问一下，你在台湾的朋友都是谁啊？哎，不多啦。张立东，说有什么我们认识的，说来听听。哎，一眼朋友就是张立东啊。张立东才会讲什么？难怪什么小魏，小魏，就张立东，是不是？对，果然都是张立东，你知道？你要注意一下，交朋友，对对对，张立东还有谁啊？
哎，我真的差不多哎。威廉吗？威廉。那威廉就在那边工作伙伴这些。对啊。威廉会讲棒棒糖的威廉会讲这个话吗？好像也是有一些哈。哈哈哈！所以是看朋友是谁，你的中文就会往哪里发展。对，所以你以后还是要好好跟罗哥做朋友，对不对？有质感的，对，做朋友会往生意的方面走哦，或者是政治啊，好好学习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睡觉了，好好睡觉。等一下，等他吃饱呢，那个娱乐节目让今天画下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还有娱乐节目，就是我们来演一个小小八点档。没有想说这里那么漂亮，古色古香的那个豪宅的感觉，这样我们可以拍一个那种惊吓八点档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换装，然后来惊吓八点档。哦，要跟环境配合一下，没错，哎，不搭配这个环境，耶 ，cosplay， 好。哎呦！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哦！小帮忙，还能够娶到你，我真是三生有幸。好开心哦！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掌声！我也是，没关系，再来，小宝宝，你在干嘛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肚子里已经怀了小宝宝的孩子。怎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承认，我想咔嚓想准，我小悠悠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是你的小悠悠，他是你的谁？我才是你的小芳芳啊！小悠悠，对不起。你肚子里小孩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什么意思？啊，因为我心里面爱的就是小芳芳。哦，开心！你们到啦！我以后怎么面对我肚子里的孩子？我开心。静一下。别停！再停！笑大姐。我才是小芳芳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！小龙龙，你不要被骗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是谁？我们变脸了。Face off。他是丰田，请叫我雅马哈。Toyota， Toyota， 你是 Toyota， 我是 Toyota， 你是小妈妈，我是小妈妈，我是小悠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这三十公分怎么换的？快走，快走！跟身高没关系。灵魂互换吗？是。等一下，我闻一下味道，味道不会变的。小芳芳的味道。你是小芳芳，是。哦。好啊，你要选我，把你留住我，赶快去。你是我的，我的。人工呼吸，人工呼吸都来了。以前我们如果要演短剧，我们真的要一直彩排，然后哎，你先讲什么，你再讲什么，都要算好的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是说来就来。这算是一个圆梦啦，因为大哥大姐那是很厉害的演员，虽然是好玩的，但是就是可以演戏是一个荣幸，难得的机会，所以好好把握。哥哥姐姐超配合，然后丰田也很配合，就觉得如释重负，我觉得我今晚可以睡得很好。今天的导游就到此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小罗总，谢谢。导游只剩一个人了，剩下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小洛洛。压轴，压轴，压轴。只能预告明天的行程会让你们终身难忘。你困了吧？吼，明仔载好好给你操起。哦，我给你叫狗叫狗。Oh my god！ 期待明天。
的第一站，嗨，很接地气啊，哦，叫做牛墟。牛墟，哦，太棒了，一直想去。如意，善化的，啊，1870年就开始了，哦，那你看现在2000多年呢，哦，等于是有超过，哦，这样算一算，150几年，哇，嘿，那这个早期啊，他们交易牛只就是在牛墟，那所以说翻译出来有很多，就是它等于是一个集中的市集啊。那我们会看到牛、小鸡、小鸭这种东西吗？现在还有吗？欸，小鸡、小鸭应该是有，牛我不敢是完全确定。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变成是哦，1999年那个时候的口蹄疫很严重，很严重。口蹄疫之下呢，变成说不可能每天在那边交易什么的。那所以说他们后来演变成说，哎，欸，我们日期里面有2，有5，8。哎，258，哎，打麻将，258万，哎，讲到打麻将，预防精神来了，叮叮叮叮，哦，就逢二，然后就是2号，12号，22号，5号，15号，25号，这样算哦。那所以说一个月只有9天有他们有市集，市集里面有做这种交易，太好玩了，好期待哦。我们的牛墟到了啦！哦，好热闹，好玩哎！反正现在进去以后，想看什么、想玩什么都可以。好的，想停就停啊！我不要搞了，没了，围这么个街了，太好玩了耶！这个市场好冲突。哎，这边养鸡，然后那边在卖童仔鸡。对，然后这边卖衣服。那那些鸡看到这边会不会有阴影？真的，好伤心。老九，嗨，你说吗？你好，李罗，吃了之前，没啦，味道都 OK。不然录这幕，花甲少年去旅行，这是很早哦，这是，他旅游出来怎么没有拿罗出来跳？敲自己哦！罗哥真的好受欢迎哦！真的太厉害了，这个。厉害！好难买哦。厉害！哎呀，厉害！是不是？我们没办法录影。真的是暴动哎！暴动哎！大哥来着。OK。老哥，老哥倒哦。谢谢。谢谢。哦，谢。你比冰箱嘛更缘投。哦，谢。好帅呀！真的。哎，今天来当大家算了哦。动算。谢。就是他一走就会整个暴动一样，哇，李罗这样子，哇这样子，哇，我知道李罗大哥多厉害，但是。看到那个画面，觉得哇，他真的是国民岳父。天王 power。哎，鹅蛋呢？哦，可以看一下吗？鹅蛋。好像哎。对。怎么有这么大颗？哇。哦，好大颗哦。好大颗。为什么？李友。大颗。我不要。哎，你也抽不呀？抽不呀？啊，我昨天去做生了。小鹅。哎，这也太大颗了吧？这个是鹅吗？哎，是长大以后生的蛋。哇，好棒！吃一个茶叶蛋，就吃一颗。茶叶蛋，我上次没吃过。啊，你看，真的很大。又可以把你脸藏起来了。吃这个，是这个茶叶鹅蛋。鹅蛋脸，一颗多少钱？原来鹅蛋脸是这样。是这样。每一颗这样倒过来。哎，他要吃茶叶鹅蛋。好啊，来吃30。我剥一口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当然。他们这个鹅也有卖的，他就吃一样。他养大二杀来吃吗？哦，也可以。对，宠物。阿姆哥，130而已。我跟你讲，鹅会咬人。你看两只它吃。那它长大变白色吗？对，白色。小鹅也是黄毛丫头哦，啊，很像娃娃，真的，很嫩很软，对呀，哇，
回家。哦。啊！哦，好软哦！天鹅啊！我的老天鹅啊！好疗愈哦！哦，好软哦！好可爱。太可爱了，可是长大了没那么可爱啊。对对，太大只。我们早餐也都还没有吃到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望城牛肉汤哦，因为善化孤一嘛，就是在牛肉买卖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去排那种大排长龙的店，来这吃上鲜上赞上好吃，对不？好，要吃我排无？没有。哎，最接地气。我知道你没有吃那个。我没有吃牛，但没关系啦。对。咱隔壁遐有一路砂锅鱼头。哦，可以。我帮你转砂锅鱼头来。可以。来，整架整架来。啊，这里。来。来呀，来！哦，我要排队。牛杂汤，是有，好好吃的感觉。砂锅鱼头，还有我想买那个蛙桂。你要问我想要吃什么的话，我还很想要吃。我在台北已经很久没吃到，只有小时候才吃到是蛙桂。我现在只剩这个遗憾还没有达成。我一直被照顾，被吕洛大哥照顾，也被玉凡姐照顾，也被自由照顾。哎，刚好玉凡姐一直讲到想吃蛙桂，但是都没有机会，所以最后一天了，想说用这个空档就找个蛙桂。给他一个惊喜，这样子。老板娘，我要买一个砂锅鱼头。然后这边有没有卖蛙桂？蛙桂。有没有印象？没有。应该没有。砂锅鱼头哈。对，是。没事。没啦。哇。今天来一定来袂当，袂当安尼啦，把你拍死。哎，今天哪里我追啦？200块，真的啦！谢谢啦，讨论感谢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OK 了 ，OK。他会端过去。我，好。OK。我来哦，来哦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太厉害了。那我去买个饮料好不好？饮料，我是有。嘿，那钱袋子有，钱袋子有，这边有袋子。哦，玉芳姐不是要挖柜，看有没有。好。有吧？有。要找最好吃的哦。李罗大哥太厉害了，我一站起来就他跟我说，哎，丰田那个找一下挖柜，直接破梗。果然是李洛大哥，很贴心，好好学习。蛙桂在哪？啊，这是蛙桂不？对，这是蛙桂。这边。那剩下最后一碗。这个是最后一碗。对。那我要买一个。好，看一个25块。它这个本身的话，它都已经有那个味道了，所以不用那个酱油膏。哦，不用蘸酱。对，这样可以直接吃，这样味道就是刚刚好了。好。对。买单五万块。哦，对，这牛肉好甜哦。嗯，好吃。他刚刚先去问隔壁年轻人都吃什么，点什么，必点。对，结果隔壁年轻人说他们也是慕名而来，第一次吃。真的、啊。我以为他们是宰的呢，结果不是。每样都要吃点。没错。嗯。太水了，你没吃过吧？我要给，这也很好吃。好吃吗？小牛肉很好吃哦。等头又塔回来，我们一起来吃卤肉饭。好。还有没有？蛙桂。蛙桂在哪？哎，都到了尽头。蛙桂。啊，是不是这个？啊，我要一个蛙桂。哎，一个。
一个就好。这个应该就是最传统的蛙桂，然后在那个上面放一点那个酱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我想要的是这个。走，我想要再买一个东西，给他们一个真正的惊喜，因为蛙桂都已经被驴肉大哥破梗了，我要突破它，我要超越，再买一个厉害的。老板，有没有卖炖牛鞭？有，一级棒，对不对？吃了会是冰冰酒吼，冰冰冰啊，硬起来啦。对，那我要买一个，一个牛鞭，一个牛鞭，这可以直接吃的吼。对啊，我看一下，哦，是切的一，对对，它一整条，把它切成这样。原来是多长？很长，手不够，这么长。哦，品质保证，哦，所以依照身体的比例，对，是的，所以等于是我像我这种高个子的，就会可能是，现在不严重，哎呀，很你很懂哦。饮料，青草茶，哦，就是消暑的，还有一个是洋甘茶，哦，就是喝酒，洋甘茶适合你，适合你，很适合你，好的。我们今早啊，有买到蛙桂吗？有，我也是，而且我买到两种，这个就是最传统的那种，哦，传统传统的，还有一个是他说，就是已经味道都在里面，来来来来，大家一起试，有酱有酱，还有这个是那个牛肉。牛肉，牛的内脏，看起来、看起来很好吃。啊，我这里就点了牛杂了。你在别人的牛肉摊，对啊，买别人的牛肉，偷偷吃，炖的炖的，不一样的。啊，中药中药，对对对，会不会是特殊部位吧？吃看看，特殊部位吗？看起来是很厉害的。你吃看看，我吃看看，用你的筷子。你先吃，我吃看看，你们要不要先吃？你先吃看看。真的，真的是牛鞭了。你看得出来吗？是吧？你这样子就看得出来，真的牛鞭对。鸡精。我是妈妈。这样看得出来？这么小一碗，好吃吗？很 Q， 很 Q， 有那个胶原蛋白。那你会不会从此以后就喜欢？其实我知道他应该会买，然后罗哥就破了他的梗。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有心，想要为别人多付出一些什么，然后会细心听到别人的需求。我觉得这个优点很难得，特别是年轻人这样子。我那时候看一看丰田，我心里就会想说，丰田是我的小孩的话，我会觉得很开心，很有面子。所以我必须要说，丰田的爸爸妈妈真的教得很好。我希望我自己的小孩将来也可以被教得这么好。来哦，好，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星辰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快点！